Downtown 那边的 Orange District 特别多， Venice Beach Silicon City 这边也有很多，还有 Downtown 当然也很多， Hollywood 这边也很多，黑人区啊也挺多的，就新的区、有钱人的区还有华人区这边涂鸦都是比较少的。今天我们继续去寻找漂亮的涂鸦，或者说是有意思的涂鸦，不能说都叫漂亮嘛，因为很多涂鸦它看起来并不是以漂亮来说，或者说以美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奔放、一种自由、一种狂妄、一种那种随意，或者是所谓涂鸦，为什么叫涂鸦嘛，就是涂，就是有点破坏性的挑战啊，冲破一些规范啊，或者说有很多种啊，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去看。那今天我们就去离我上课这边最近的一个 Cafe City， 那边有个 Art Street， 那那边的话我记得有很多涂鸦，所以我们待会就随机的去找一下，找一个觉得有意思的，我们来拍一拍给大家分享。 Cafe City 是 Santa Monica 旁边的一个城市，它是索尼电影公司的那个所在地，然后它也属于是一个蛮艺术，然后同时也是电影方面电影公司 studio 也蛮多的一个城市。待会我们过去看。在看我的这个频道的朋友啊，如果你对涂鸦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有什么推荐，你发现哪里有啊、非常漂亮，我老用漂亮这个词啊，如果你发现其他有什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涂鸦，你可以给我推荐，然后告诉我地址，我也可以去给大家拍。反正每个在洛杉矶我知道就有很多个地区是非常多涂鸦的，一个是 downtown 那边的 Orange District 特别多，然后这个 Venice Beach 上回去的，然后这个 Cover City 这边也有很多，还有downtown 当然也很多， Hollywood 这边也很多，反正就是新的区域里面有钱人的区还有华人区这边涂鸦都是比较少的，黑人区啊也挺多的，艺术区。马上就是 Halloween 了，如果我能找到这个跟 Halloween 的主题相关的去拍一拍应景一下也不错哈。 Cow City 的 Art Street、这就是艺术街艺术区，有很多这种画廊啊、设计公司什么的，一些餐厅，比较有意思的餐厅。我现在开始找涂鸦，那种大一点的。方向的冲，这边就已经出去这个 Cover City 了，也没发现特别让我想拍的，然后我掉头回去再看一下。这是两个涂鸦，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画的，边好像还有一个啊，旁边不错，旁边是一个小店，他画了一个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啊，你看它是这个立体的，有拿针的这个小推车，购物车，小矮人。Happy It's Additive Food， 这是一个店吧应该，但好像又不是。 Hey Snap Out Dolphin， 刚才没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很写实的一个头像，一个黑人小孩的头像。
我感觉这是同一个人画的，因为他的画风有点像，至少这两个是同一个人画的，我觉得。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的名字啊 ？Real Recognized Real Company RR Triple R。你看，这个是一个怪物，就是有点像鸵鸟这一类的动物，但它你看有那么大的牙，然后羽毛，还有很多这种球，还有很多球啊！你看它的脚又戴着这种手套、脚套，这个脚又露出了骨头啊，这个脚又不一样，这个脚又是不像脚，像斑马的，有斑纹。对，这像尾巴又不像脚，这像是手，这个皮毛又是像套上去的，然后它身上还缠了这么多这种线，不知道是什么用意，什么意思。我们看看这个人，真人的，这个人画得很真实啊，就是他用喷的嘛，他用喷出来的，所以他就比较细腻一点，很真实，但是有点这个脸有点感觉歪了，但没关系，他右眼被遮住了。然后这边是好像是那样不一样，就像一个头盔的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背景是什么呢？背景看不太出来，像个铁门。这小孩挺迷茫的，不知道在干嘛，眼睛在看着一个什么东西吧。好，这边看一下，这边是一个啊，一开始我只看到了一个人，其实有两个人，一个在有点像呐喊感叹，头发两个整个扭曲了。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作者Q 美，两个人吧 ，Cutes， 然后去查一下啊，我还是去查了一下这个作者叫做 Human， 是个女生啊，才知道，所以她的作品是那种现实与虚幻啊，抽象与具象，还有这种各种冲突在一起吧，就比如说这些是很具象，但是又是一些假的构虚拟的东西，然后画的像人，这又很具象，但其他这又很抽象。刚才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他在后来他就是在通过在街头跟其他的人一起创作的时候，他学到了就是以前在画布上以外的东西。他说这是一个公司，一个 branded， 这是 branded arts， 他可能有把这些艺术家，这些画壁画的涂鸦的人都就是收纳到他的那个门下，然后为很多其实提供一些商业的一些工程，这种应该不是，但是他会给很多，你像公司啊，我一栋新的楼建起来啊，我想增加一些艺术的气息啊，然后让这个工作的空间更加的感觉自由一点啊，所以他会接这种工程。